欧头和兄弟女儿看恐怖片，他突然害怕地抱住我，结果被兄弟看见了。部长，哎，你干啥？你吓我一跳！我正看最吓人的地方呢。你这看恐怖片呢？我这找你半天没找着呢。咱俩一块看呗，正好上回电影没看完。行，但是不能吓我啊。哎，看电影呢，陶冶情操啊！看什么电影啊？看电影啊？看电影不叫我的啊？啊，那个，没看，没看着你啥时候来的？这恐怖片有点吓人呢，给小孩看的吧？兄弟，你害怕了吗？我害怕啥呀？谁大老爷们怕这玩意儿啊？那个副市长，你害怕吗？我不害怕。爸，我去柜台了，后台没人看着不行。啊，你去吧，你跟我兄弟再看去。那个市长，你闺女一个人看柜台，我不太放心。那啥，我帮她看看去啊。你就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再走，马上完事儿了。马上，我不是害怕。爸，喝水。哎，喝水。那个，手软了。啊，不是。他害怕，他拉着我手。你说你打小就害怕，你说你看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啊？兄弟，你咋又拉我手呢？你不敢看，咱别看了呗。怕你害怕？哎呀！哎，不是你，关了，你干嘛？那个副市长。不看了，啥玩意儿？